哦，恁钓奖算一粒金尔啦，系啦，啊，我两粒金呢，你哦，你钓两摆吼，金马奖嘛，有啊，我金唔金啦，哦，好棒好棒啊，虽然金金嘛，无可能讲大项都赢人啦，有当时啊，咱输掉嘛，输人。欢迎师哥玉山姐，你好，哎。大哥好，祝大哥好，哦，足红的，足穿的，恭喜哦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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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甲这查某三十多年咧，嘿，三十多年无看到啊吼，哎，三十年，这久啊吼，嗯，阮三十年前阮做的演呢，哦，我合作过，大庆军游台湾，中龙不过拄着，哎，中龙哦，中龙干那喊你咧做伙，嘿，哦，还是你出国留下的关系。我出国是十多年啦，十多年前都阁无看过啊。你两个迄组合作时，你捌听伊讲伊拍戏拍到困去无？啊，伊困去哦。无啦，你捌拄着？唔捌啦。唔捌咧，我唔捌听伊讲伊困去。捌啦，以前跟阿你讲诶，阮迄阵咧学戏时，阮甲黄湘莲啊，迄阵啊拄啊伫个诶友台嘛，伫咧学歌戏。啊，你阵啊咧学歌戏，拢嘛爱对查某干做起。啊，迄阵阮拢现场唱诶，你知影无？啊，一届歌戏拢是现场唱，拢是真正爱唱诶，二十分至半点钟。我甲黄湘莲徛甲伤久，两个怎啊拄久去？啊，用用为了兵书要来，啊，兵书拢有穿了奇奇格格，因为是做诶当官员好欢嘛。啊，用用乒乒乓乓怎来呀？桂林啊，阮两个怎啊跳的？跟他破成一样啊，怎啊顶起来啊？你那就要打瞌睡。那时候现场的歌仔戏是现场唱、现场表演出去的。哦，嘿，所以底下度孤啊，无法度。你有够厉害，演又演到困呢，啊，有法度得奖嘞。无啦，迄得奖的是这几年啊，还是共马甲得奖的。啊，你得迄个奖是马出来？诶，对，算讲马囝足够嘛，足够安尼。迄查某囝算讲，阮翁都拢无生查甫的嘛，啊，全生查某。啊，伊要来叫阮囝婿给我招，啊，阮囝婿无我招，我都掠狂啊！啊，就透早看到阮查某囝就骂，看到囝婿嘛，直直骂，直直骂，直直骂，骂到一嘴个冤孽血安尼起来，啊，佫全得奖。啊，你可能会惊袂？安尼你较巧，你徛怪这边。系啦，哎呀，哦，你袂巧袂安尼啦，我当卡足温柔的啦。马甲你嘴歪呢，巧呢安尼。目睭安尼手长八杠，目睭还佫倒杠，哎，是不是？人古人讲做细爷人拢爱较温顺的啊，啊，像那你做细爷人会真尔赤白白。无啦，迄是戏中的，啊那无啦，伫个台卡吼，我是以前是在杨丽花歌仔戏团内底，我拢是做杨小姐吼，啊杨小生的细爷啦。哦，大某考秀女，考秀女大某啦，你考大嘛？啊，阮只花旦，阮这种是拢做差不多伊的花旗啦，啊，不就是小姨太太？啊，安尼哦，嘿啊，我唔知，伊讲我就知。来啦，过来，你过来啦，你得徛来中啦。你有得奖，我嘛是有。哦，恁得奖算一粒金尔啦，系啦，啊，我两粒金呢。你哦，你钓两摆吼，金马奖嘛，有啊，我金唔金嘛？哦，好棒好棒啊！虽然金唔金嘛，无可能讲大项都赢人啦，有当时啊，咱输掉嘛，输人。什么唔讲？硬要讲这？啊，我也无得失你啊，你还是讲我输掉输人。老高见啊，看到你就想到迄个代志。你看你用印象偌清。啊！不过恁两个港仔的特色都是票房保证的，对，过去啊，迄拍电影啊，未拍嘞哦，敢那签合用尔，就省袂钱啊，啊，就跟你同款啦。只要以前你表演努力海报啊，你就憋到啊。哦，迄是较早的代志啦。对啊，红到去乌多爱阿人呢。对啊，啊你嘛同款呐。那讲到最后，我嘛输高凌风啦，伊嘛丢，伊丢钱，我无丢钱，所以咱人无一定大行人。没啦，你那伊我是看头一期戏，伊做一个什么会？迄个做儿子的大玩偶吗？嘿嘿，儿子大玩偶，三对姐妹嘛吼。哦，你迄期钓钓的嘛吼？诶，迄期是入围尔，迄期入围，迄期竞赛演练入围。第二期有较认真一些啦，阿就得奖啦。第二期是超级市民。哦，超级市民。做一个强啊，无手用杠登机安尼，阿个强啊。哦，做个手用独登。哈，就是讲抢物件嘛，啊，有一摆就咱叫讲登去安尼。哦，你敢不知影？今麦这个卫兵秘书跟你两个访问阮两个。
我们两个地方不是，我刚刚怎么是看到欠着朋友？对啊，我两个是金钟奖尔，啊，恁是配角的，你较大的呢？无啦，恁较大，这么上红就是恁呐。是啊。就是安尼，啊，你这么得奖啊，对不？啊，你搁底下安尼吼，出国旅行十几年回来，搁得奖。哦，啊，你若是出国无出去的时阵哦，迄毋知拢总你得呢。甲这你接换才转来，啊，无出去人拢无机会通得。哎，你讲啥？讲我，今日我咧得奖。我是钓一摆尔，像恁我拢无钓呢。无啊，就是讲你哦，加在你休这十几年，啊，那恁十几年人拢无休困哦，大家拢无机会，大家嘛你咧钓。无啦，电视我唔捌咧上啦，即算讲来这电视台这头一摆啦。对啦，对，你卖个见教见怪啦，只要意思是讲，阮拢记住，我鼓励你钓，记住，你这么当红就对啦。你这么足红，我看恁两个徛口火，无咧讲个那叫咩大字个吼，会紧张嘞吼。对嘞对嘞，嘿，你也是踮只口，嘿，我也是徛只较袂着气。啊，归去哦，恁两个做啊，阮两个来狂强啊呀。来啦，阿妹啦，阮两弟来参加着咱这个低歌会。对啦，我是讲你都三十几年捌咧含我做伙啊，对啊。做一摆，我落落啊，大家就离开啊。是啊，是啊。啊，你落你的，啊，我去落我的，啊咧。哦，啊，你嘛是同款啊，你嘛是让我落一站吗？对对对。哦，耶，你要做我的落乡大，落偌济，赚偌济。短剧有无？点咩菜花啊？点咩大家斗阵耍？哎，耍到足趣味。嘿，阮短剧嘛，甲哥哥吼，足怀念的，足演足济。可是我在跟朱大哥演短剧的时候啊，他都不拿剧本的，哎，无，伊拢无，对不？演活的，对，拢无拢剧本嘞。但是吼，伊拢听人嘛讲讲吼，来，怎么咱再拜拜嘞？到时阵咱再来台下见。台上见，你在台上台下见。对啊，我们都说台上见吧。哎呦，我迄阵就是讲吼，我迄阵阿伯家，伊来讲我台下见，还阮暗送在先，就是讲要跟我约会。原来唔是啦，不是啦。你刚刚问讲吼，迄个十三鸡啦吼，啊是排迄个接龙啦，啊是迄个六合彩，看我遇到一种的，哎呦，迄我都袂晓遇，哎我嘛遇袂起。啊，原来台下见就是台下咧见这啦。就是点。你是讲后台拢是这物件，他当然台下见。嘿啦，伊才讲来，咱来台下见啊呢。哦。敢有影？有影，那会无影？啊，就拢输较接受落去。无啦，人隔壁有一间阿尼亚甲讲吼，人朱大哥来甲你招吼。你应你，我讲唔敢啦，我唔敢伊啦。伊讲你放心，别人我都唔敢讲叫你甲人伊。啊，那朱大哥你甲伊吼，伊吼十摆输十一摆，所以吼我才敢甲你比。我是足好看嘞，足受欢迎。我伊足好看嘞，你拍死无退你。诶，咱是有时啊，拢伫个做后台，伫录音啊后台啦，啊种较紧啦，较紧啦，三六啊啦。三六啊，较紧啊，输赢较紧。十八斗是不是？无啦，啊，都斗啊无，三六啊无，三六啊你听无？我袂晓播，我听无。可怜啊，你看你一世人减赢偌济。冇播叫冇。三六啊，就进两三十个辣啊，啊掀起来啊，安尼啊，啊，就安一个啊，尔几分钟啊，就要上台啊，安尼。哦，安尼较紧啊。系啊。像你安尼讲对啊，播叫进京就唔好诶。对啊。朱大哥，伊毋是爱跋筊，伊是算完全嘛，完全尔。啊，无你跋筊毋是完全，无玩啥物货？你玩身体。小弟是欲替你讲好话，讲叫你吐槽。替你讲对啊，玩身体。玩啥物？你看伊点点食三碗公半呢。伊某伊拄开始还袂结婚，伊某有心哦，伊拢毋知影。啊，伊某有心，毋知影甲伊有啥物关系？对啊。伊某有心，就是伊有。甲安怎唔只会有事？重点是袂记哩啊，袂记哩有这件代志啊。无啦，根本有事嘛，无一定因为我啊。老师，你莫是甲人讲过这话，袂使恶白讲的你。失言啦，失言啦吼。我咧少年的是爱耍啦，阮某有心，伊嘛唔肯甲我讲就对啦。伊就想讲，这个阿叔阿婶吼，花花阿兄爱耍我。我若嫁伊吼，我嘛烦恼就对。伊正经囡仔想要家己生生的家己饲呢，我冇这个个性呢。哦。生出来以后，因小妹才敲电话给我讲，迄个林某生啊呢，迄个你要去甲看哦，哈？是有影无？哦，生啊，哦，好啦好啦，我阵啊买迄花吼，去病院讲，有较好无？囡仔哩，查甫讲吼。若有较好就好啦，拢平安就好嘛吼。我有代志吼，我爱来去高雄，我再见，啊，就走去高雄。你也无看囡仔？有来囡仔有看的吼。啊，阵啊，紧拼去高雄啊，因为咱讲话爱有信用嘛，咱甲朋友约好啊咧吼。啊，阵啊，甲王伟忠啊，
赵顺啦、张奎啦，哦，甲因约好啊，迄天暗时踮垦丁的沙滩干什么？裸奔啦、啊！哦，够刺激！啊，为着裸奔，你拼去就对啦。你为着要算囡仔安尼放的、莫放的，就是去遐佚佗哦。无啦，啊，就咱做人要有信用啊，甲人功夫啊，阮是少年哦，就是安尼，就是足爱算的啊，干嘛讲？啊，生就生啊嘛！我本来阁想讲，迄囡仔无一定我的咧。哎，无！啊，一个生出来以后，我去看讲，哎呦，靠呀！甲我囡仔时代一张相一模一样，这我也无唔对，无唔对。诶，我本来想讲，因对面迄袂灵景的嘛，缘投。等等嘛呢。不过我今仔日足欢喜，会当来上你的节目，主要是我专工哦。虔心的吼，要来拜托朱大哥，你拜托，你甲我答应做一项代志，唔知肯唔肯吼？肯啊，都好朋友，好朋友吼。我想讲吼，要拜托你做阮囝迄个公司的代言人呐。哦，拍广告哦。嘿啦，啊，你即摆广告足清的啊。哦，啊，什么广告要代言？无啦，我想你的人吼，即个外表好看，啊，而且对人家佫足肯定的。啊，阮囝吼是咧做迄个搬家公司，我是讲若请你来去稳妥当的。搬家公司适合吗？适合啊，因为哦，朱大哥，搬家公司我压迄行李咁压去，因为你足够搬出诶，啊，佫足够宽行李，行李佫宽得佫紧，我啊佫足够走，啊佫你嘛，我借住佫你袂丢，好还好咧。规矩讲较白啦，嘿，恁囝意思是讲伊熬走路啦。走路出啦，可以吗？安尼我答应你啊，谢谢。甲恁囝讲啦，伊若要走路，后摆我才教伊。你这么做，你敢走路？谢谢。啊，今仔看恁两个来，真欢喜啊！谢谢。拄才这歌，我唱到真拼命吼。好，唱歌好。我要拼死！我要拼死！歌星无简单做啦，也是演员。也是来去演员好，来演戏演员。演，唔过来遮无唱袂使。看明是诸葛会笑，诸葛会色。你们现在收看的是《明是诸葛会社》。